玫瑰龙刺身，今天咱们提前处理好了啊，以免耽误时间，提前把它处理好了。然后它的虾线在这儿呢，虾线，虾线转一下。哎呀，虾线在这里。超鲜虾、泰虾、红魔虾，下一位还有北极贝，下一位。特大红魔虾黄级别的这个黄，这是奶香味，
无头的海兔，这是新到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谁拍谁合适。这批的海兔就是它是没有头的，就是厂家呢加工说装精品盒说它头掉了，然后把这选出来。但是这个母子特别多，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母子的啊，衍生一斤里面能就是好几个，这是亮晶晶狮子。也会有功，这个软骨不吃。这是一方鸡，里面有三斤、四斤、五斤的选项，两包两斤，三包三斤。这个你发现这个肚子很大的，它就是母鸡啊。然后。四包四斤，就这种肚子很大的就是母的，看不清。然后是五包五斤，里面有三斤、四斤、五斤的选项，非常合适。回家涮火锅、红烧麻辣多好吃。它这个里面有母子，有公子，但母子挺多的。这是我捡的，颗粒的就是籽。白色的是膏，煮一会儿它的籽就是一粒粒的。也有功，这就是功。酱香开胃虎虾，这个腌制入味了。潮汕醉生腌，黄，这个黄甜，这个大虎虾熟了黄更甜。
白胖白胖。芒香，满腹子冰箱。